加拉什纳失误了，八点九环，杨倩九点八环，杨倩赢了，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。没问题，六把试举全部成功。看看这一箭，这一箭中了，哇，恭喜孙颖文。326.40分，世廷茂和王涵，不用看后面的三个选手了。顶住！顶住！又来！这什么功夫？单脚站立，金鸡独立，李白呀！算的不错，宋钢有了，申利均是冠军。维塔琳娜打出的10.5，中国队20.8拿下了这一轮，16-14，总分363.78，这个成绩也是他们两个搭档以来获得的最高分。漂亮，在最后一轮的比赛当中，杨倩10.4，杨浩然10.7，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，中国队再加一枚金牌。中国姑娘距离终点最后的五角，崔晓彤力量送上来，最后两角，我们赢了。漂亮，不错，又一块金牌到手了。是的，漂亮，思颖，好，好样的，漂亮，哈，加油，加油，好，大到边了，张雨霏，漂亮，张雨霏，张雨霏打破了奥运纪录。结果直接抢拉，他拉到孙沙的反手，孙沙不打死。王春，对面冲刺，加油！好的，可惜。56.635分，确实失误。失的，15分难度，15.4的高度。你到现在唯一一个上56分的选手是。发高了这个球。第二，王一律、黄宗平21-19，在决胜局2分。马龙轻掉。反手相持，反正都想要变直线，马龙赢了。卢云秀将会以36分的积分拿到这枚，有了，漂亮！这场比赛，吕小军再次证明，在举重赛场，他是永远的神啊！预备，滑，出手！巩立姣拿到了2020年女子铅球的金牌，施廷茂是冠军，中国队在女子3米。哦，球转了，这个球转压到戴思颖的反手，戴思颖最后还是球转了，有了，漂亮，这把起来之后总能量站住站，哇，天哪，今天简直了。张成红打出10.3，在最后的一枪当中，张成红打出了10.3，466，漂亮，31.895，中国队赢了，这是中国自行车第二枚奥运金牌，有了，太轻松了，一把起来之后直接锁定了金牌，漂亮，谢思义完成了最后一跳，终于在今天成为奥运冠军。盯住邹继元，第一小帆，后去两周盯住平衡木的金牌属于中国队，现场的七位裁判全部给出了10分满分，这位14岁的小将今天一跳成名天下知，漂亮，这样王曼玉是战胜了平野美宇，那么中国队以3-0战胜了日本队，马龙正手发动，有了，中国队终于拿下了，中国队也是以3-0战胜了德国队，66.34，只用一投，56投免投，恭喜中国国家田径队，中国队一骑绝尘，流星萨拉一般向终点冲击，最后两脚我们赢了，漂亮，漂亮，曹原跳出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动作，